同埋咧，喺台灣呢邊咧，如果你同原住民溝通外語，一個台灣原住民嘅血統係邊度咧？東馬來西亞，係東馬人。咁如果你係啊，譬如你喺馬來西亞做過嘢，或者喺嗰度做過生意，你識講我俗稱嘅馬拉話啦，基本多多少少大家講慢啲咧，聽得明嘅。嗱 ，OK， 咁啊，依家離開呢邊，咁我哋往前出發。首先嗱，你可以注意住右手邊，一陣間右手邊啦。佢首先見到嘅咧就係一堆號交喺度。嗱，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日月潭最早期第一個碼頭，嗱第一個碼頭。咁啊呢個咧就係我俗稱叫水蛇。嗱，咁我哋頭先啱啱上船嗰邊咧，就係集中咧，因為方便俾旅遊巴跑啦。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消磨碼頭啦。咁啊水蛇碼頭嚟講咧，咁啊依家首先一路開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望下右前方。啊！往右前方嘅山头嗰度，你会见到有一座建筑物，有个金色嘅支架喺度。咁讲真啊，上两个礼拜咧，搞到全世界咧金融危机咧就靠佢嘅啫。啊，杜拜啊，杜拜帆船酒店喺全世界第二座分店就系呢一个。咁啊，因为嚟到台湾呢边就叫潭，佢冇理由将杜拜嗰个连山咧骗过嚟嘅。咁所以变咗要就翻呢个环境，但佢又要话俾人听，我系杜拜帆船酒店。所以就起翻個支架，唔好睇少個支架，係包金。